我们过不了了，知道吗？三个上到两个，你老婆怎么办？他老婆，他说给谁给谁啊？我老婆的要给谁给谁。孩子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躺着就是啊，兄弟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我跟你讲啊。你也没吃饭的吃就明白，这天俺都没吃饭，没关系，先吃点，先吃点，没关系，给你拿点东西吃嘛，给你拿点吃。在那边，你等着，不是，师傅，这不是你们供应的问题，踢掉了，你也不理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这个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没有图案这些改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？